怎么了？没事，脚受伤了。没事。殿下，你今天可是不开心啊？你可知道，你现在是有夫之妇？我知道啊。 那我想让你搞清楚，你现在是我的妻子，也就是秦王府的王妃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白天，与你在药店相遇的那个男子是谁？啊，我们向来眼高于顶，睥睨天下的秦王殿下，是不是吃醋了？我是怕你给秦王府蒙羞。 是吗？那个人叫顾七少，是药鬼谷的谷主。我认识他，也是因为你追杀我，我逃到了他那里。他人呢，倒也是挺好的，算我神游草，这才治好了我的脸。你现在是秦王妃，要小心那些接近你的人，是不是另有目的？别把每个人都想得那么坏啊！再说了，他不知道我的身份。 我们俩也不过是萍水相逢，点头之交罢了。最好是如你所说的那样。好了，我们赶紧走吧。没事吧？没事。